乐了，谁又乐了？这段活呢也不容易，看看啥情况，为什么不容易？哎，做雪钉工的一看就晓得。妈妈的，这个怎么装呢？这个距离不对头，还是斜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见没有？斜的装不上去，它原先的就是装上去，硬装上去，最后把这个龙头弄坏了啊！哎呀，我在想办法，我说我包里一个外向钻头的啊。外向的啊，我想转转脚装上去，最后呢有也上下上下走右走动，这个可以吗？到最后呢也不行，哎，这个最后也不行啊，最后压上去把这个掰坏了，最后我包里找了一个七公分，这个放在我车上大半年了，今天终于用得上了，这回呢才可以安装上去啊，这一单活真不容易了啊，把这个做好。这是一个老师傅的活，哪家需要赶紧找我。你看见这个外向的上下左右摆动的这个呢也装不进去，没用，它短，为什么呢？它金刚拉到底啊，它就会漏水，哎，这个是呢解决头疼的事啊。哎，在干这个这活呢有真的不容易，哪家需要赶紧找我啊。哎，开一下水试一下啊，这段活搞了我一个多小时，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评论评论啊，点评同行的也可以上来聊聊说说。